大家好，我是胡福骑射，欢迎你再次收看我的玩具开箱时间。我前一阵子的话呢，又给大家做过这一家厂商呢，他们推出了这个 KO 放大的魔方飞天舞小队。那第一波的话是给各位介绍过这两个家伙啊，一个灰色的跑车跟一个白色的跑车。那么今天的话呢，给大家分享他们的第二组的一个作品，这个。黄色的一个叫诈骗吧，但是我们今天叫它黄色的这个车子，黄车，还有这个红车吧啊。那么我手上的话呢，这个昨天啊拍那个官方那个 SS70 啊那个 Sideswipe 的时候呢，这个手有点受伤，结果今天摸这个胶的时候怎么感觉这么痛啊？后来我回去翻了一下我做魔方的这个飞虎队的那一集啊，也是这颗家伙呢，也是摸起来手会有点痛啊，我就不知道。怎么这么巧合呢？就各种的一个情况呢，都会几乎都会移植到这个放大的版本上面啊。但是它这一款的话，有做了一个小小的一个改变啊，就这一代啊，在魔方的版本这里的一个造型呢，应该是跟这个二头肌这边是一样的，但是它这里的话，直接整块把它给做封死了。然后脚的话呢，我手上这一款的话，这一边膝盖稍微有一点偏软，其他的话倒是没什么问题。面部的话呢，可能因为放大的关系啊，感觉涂装。精细程度似乎有一点点下降，那这个脚踝的话呢，非常的紧实，站立性非常的好啊，这一款是没有什么问题的。然后这一款黄色的车子的话呢，做工可能再更好一点点啊，身上呢没有做其他的改模，然后头部的这个橘色跟其他的鹅黄色啊，确实是有一些分开不太一样。那么的话呢，我们就快速的呢给大家示范一下它的一个变形过程啊。这个手的话呢，昨晚受这个伤啊，实在是太痛了啊。那我们今天的话呢，就是本来我是想要从车变成人，但是我看了一下它的这个附带的说明书啊，实在是太让人看不懂了。我觉得大家变起来应该会非常的痛苦吧，所以我想，那我还是把它给这个做一个人变成车的一个变形好了啊。这个白色跟红色的凸啊，把它分开之后呢，我们把这个车顶盖的部分给挑开来。调完之后，我们要做一件什么事呢？我们把这一个白色这个部件，这个双动关节里面那个白色的双动关节的话呢，把它往上面推上去。正常是不用这样转，但是我的手啊，因为实在太痛了，我必须先把它转上去啊。利用它的话呢，辅助一下，把它给推上去。这里也是一样的，推上去。好，然后呢，再把这个整个这个车顶啊往前面给推下来，直接的往下压下去。那里头的话呢，有一些凹槽啊什么的，那它的一个容错率啊，也是继承了这个原来的那个模具啊，就非常的好啊。你基本上虽然塑胶偏硬一点，但是你用力一推一压，你看它的密合度还是都能够达得到啊，这一点还是可以嘉许一下的。再来背后这里的话呢，就各种紧了啊，我这个指甲都已经剪得太短了啊，指甲剪得太短，我可能需要借助一下这个道具。首先呢，这一块部件。这个部件要往上翻上去，翻上去的时候呢，非常的紧，这一块，啊，它推，我觉得是这个关节，这个关节非常的紧，先把它往上，大概推到这个位置，然后的话呢，我们侧边这里，这个部分，把它往下面推开来，这里解开，我们要做的是什么呢？把这块部件，侧边这块部件翻折到上面去，翻折到上面去，只要稍微躲开一下就行了，然后呢，这个地方折下来，然后。这里不是有个缺口吗？把这个手给包住，到这扣上去啊，大概就这个定位就行了。然后侧边这一带，这里这块记得把它给推进去。这里的话呢，一样呢是可以，完全是可以利用它一个塑胶的韧性去达到一个组合的啊。这里也是一样的，算是可以粗玩的一款玩具啊，非常可以粗玩。这边，这里也是一样的，好，扣进去了，这块到这边，那这里也是一样，把这个地方给挑上去。但这一块啊，不知道为什么这么紧，借助一下道具好了啊，实在是手疼啊。哦，不对，侧边呢，啊，侧边这里有个卡扣没松开，把这个脚这块翻上去，这一个部件，侧边这个部件把它翻折上去，翻上来，互相躲过它一下，推上来到这，然后记得把这个拳头塞到这个缺口里头去，好，这边硬塞进去就行了。这个地方往侧边掰，这里掰过来，这里，各位可以看得出来吧？就是我是非常非常不用特别去对得很精细啊，就硬推啊，它基本上都可以推进去的。是的，如果不是手指痛的话，我可能会变得更快一点。好，到这边，
OK 了，最后就是把它做一个密合，非常好，感觉还是蛮 OK 的，整个密合度就很高。那滚动性这一款是没得说，你看这个我好像觉得它几乎完全复制了魔方的版本的一些特点吧，就滚动性很好，密合度很好，硬度很够啊，这个非常的妙啊。再来的话，这一款这个黄色的赛车，它的变形就更加的简单了啊。首先的话呢，这个手掌翻折180度，如果你发现只能转一侧的话，就表示你转错了，转这边。然后上臂这里一样转180度，因为等一下我们要把这个地方给扣上去。后面这个可以先掀起来，先这样好了。这里也是一样，翻折180度，往上提，然后拳头一样翻折180度，把它这个地方造型给圆满起来。然后呢，两侧的手啊，你看透过这个滑槽把它往中间给扣进来。好，然后这里啊，一样把它给扣进去，这里一样有个卡扣，将它给扣上去。好，然后上方做个简单的密合，这个可以用力挤、用力压没有问题。腰部呢旋转180度，再来的话呢，我们把这个部件往上转上来，这里也是一样，往上转上来，然后的话呢，轮胎往上面提一格。再来的话呢，把这个尾翼啊，从本来是脚尖，现在变成脚后跟的感觉，大概是这个概念啊。然后呢，两脚的话呢，可以做一个简单的一个合并。那最后就是把它往上面推上去。那这个往上推啊，就真的要花一点力气啊，要蛮大的力气才能够把它给推上去啊。好，然后呢，再来就要补偿一个，当年我在做那个魔方版本的时候。在这里，再把它密合一点。当年我在做魔方版本的时候，这一块我没有翻出来啊，所以等于是变形没有完成。之后大家有给我发弹幕，还有评论啊，我都有看到了，非常感谢各位。那么今天的话呢，就是在这边就把它给完成它的一个正确的一个完整的一个变形。总而言之，言而总之的话呢，作为一款把魔方的那个模具放大的一个版本呢，我真的觉得各方面的一个情况，各种问题啊，不能讲问题啊，就各种它的一个模具的一些情况，几乎都忠实的反映到上面来，啊，非常的有趣啊。那今天的话呢，就是我给各位看一下好了，好吧，那就，手实在是不太舒服啊。总而言之呢，四款的一个小车的话呢，已经全部出到这里了，那就给各位做一个简单的小分享。谢谢各位的收看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